强迫症不是处女座的专利啊，只要踩到强迫症点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那个镜头在那边。干嘛？不要碰我肩膀啊！你不知道我有肩膀强迫症哦。来，我成功了，不要生气。我没有生气啊。真的吗？不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啊，宝贝，听我解释，宝贝，你都给 Yuki 呼噜噜，人家都没有。Yuki 是一只猫。你这样不公平啦，人家一样。你钱不能这样花啦，你看，你有理财观念吗你？你有 freestyle 吗？free 你个鬼啦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反省啊？喂，哎，跟你说，我女友最近皮肤超差，万一摸到还有爆手感。喂，皮肤差又怎样？等我用这个日本连续销售十一年第一名的洗面乳洗完，你像水煮蛋一样弹嫩有光泽，到时候就跟你分手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Baby， 你看这个你妈超胖，什么？你说我妈怎样？你说我妈超胖，那你自己也讲我胖，你妈才胖嘞，你姐也很胖，你自己也很胖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全家都胖，你祖宗十八代都胖到不行啊！哦，迟到花到，在偷看啊？没有啦。我以为我手机，哎，奇怪，你的外观十分的完美。不要再跟着我了啦！宝贝，你愿意穿上这件礼服做我的新娘子吗？你是没看到老娘在洗脸啊？你不是答应我再也不喝真奶了吗？没有，那个就跟那个谁，那个，请你干嘛？臭，你领啊！要不要好吃呗？咦？喂我吃饭饭好不好啊？你以为我们还在热恋期？我们每天都要是热恋期呀。是。Baby， 你看这个好好笑哦，毛利小五郎被关，毛利小五郎被走地雷狂。哎，你有点反应好不好啊？啊？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啊。木头啊。那个宝贝，那个就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啦？我只是想说你要不要用这个透过日本的净肤锁水技术，能把你的毛孔阻塞，把你皱纹卡的先洗干净，同时还能保留肌肤的关键水分，能像新原结衣的皮肤一样那么好。